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啊。当然今天的一个台股大涨哦，那在严老师的意料之内了哈。我相信我不管在演讲会啊，在电视机哈前面的话，我相信你每天啊有这个持续收看老师节目的啊，你应该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哈。但是今天的一个盘势哦，你会发现哦，这个主流在什么地方？哦，主流在电子。啊，这个才是你在现阶段啊，你看老师节目哈，啊，最重要的你就要记得啊，这主流在电子哈，那主流找到了，那再找对股票，啊，还是找对人，我相信未来这个行情啊，进入到十一月份，啊，想要反败为胜的，啊，那就不用客气，啊，不要买太少，啊，尽量的重压，尽量的。买多一点，好，当然这个礼拜操作，我相信我的会员呐，啊，外汇完呐，不管你是普通会员也好，啊，还是说你是单股会员，我相信你在这几天的一个简讯的内容里面，你会发现，严老师好像很强，好像那个超级赛亚人一样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就是说时势造英雄啊，我们分析师不会说自己很强，只是说我们对行情的了解。哦，优于一般的散户大众啦哈，该出手绝对是出重手，啊，不出手，啊，就请大家啊稍安勿躁哈。那当然，明天的话就是礼拜五啊，过了礼拜五之后的话，休息两天，啊，行情可能就要进入到十一月了哈。其实明天的盘势是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啊，因为明天严老师锁定了一档标股，啊，锁定了一档标股，第一个，啊，它是底部起涨。第二个，啊，它对不对？可能先涨个30%，后面的话涨50%，啊，未来倍数翻，啊，我相信反败为胜哦，不是喊口号，一支就好啊，免做遐多啊，做遐多无效，你知道不？啊，你东看看西看看，赚不到钱嘛，对不对？一支就好啊，啊，我们今天的话会特别开放啊，单股锁单呐，也就是说我们一次就做一档股票。做完一档，从头吃到尾，我们才会去做第二档股票，啊，那如果说你资金部位啊比较大的，那没关系，严老师会让你同时啊，啊一次啊操作两档股票，啊，你的资金的话应该要在500万以上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看节目的哈，你资金有500万以上的，你有这个意识的，啊，需要老师亲自通知的，一次操作两档单股的哈。那今天的话可以怎样？今天可以打电话进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的一个盘势重点哈，来注意的哈。早上按照开盘八法开出来盘势啊，一高过高，一高过高本身大涨了197点。这个在盘中的一个节目里面，我相信我也透露给哦有一些主持人知道了哈，他们一直想知道这个大盘会不会开高走低，会不会开高走低？我相信我的答案跟今天的一个盘势大涨197点。啊，应该是符合的啦，好，应该是符合的哈。那当然，最近的会员啊，对严老师好像有点崇拜了哈。我是觉得没有必要了哈。严老师也是一个普通人，啊，我只是说比大家更认真，我只是说比大家，啊，就是说对于细节的部分啊，我会非常非常的注重哈。那当然呢，这个胜不骄，败不馁，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必须要去遵守的一个精神啊哈。哦，有人讲安怎，你知影无？趁钱哦，哦，这爱点点食三碗公啊！哦，我这样字卡正在做啊！哦，这趁钱哦，爱点点食三碗公呐！哈，也不用把那个简讯啊发到那个网络上面去啦！哦，也不用说跟你的朋友讲啦！啊，你输钱，你的朋友嘛无甲你斗三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趁钱，你敢要分伊？啊，我就唔知啊啦！啊，我就唔知啊！好，我们来看看今天严老师。到底有哪些会员？到底有哪些股票？今天呢、啊，啊是探底，好不好？来，看一下这样来。我们按照这个涨停板的一个时间呐、啊，好不好？时间呐、啊，这是单股会员的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恭喜会员狂贺小型股啊，小型股啊亮灯涨停板，这个不是第一根呐、啊，这个不是第一根呐、啊，已经好几根了啦。啊，跟大家报告一下了哈，单股会员人数也很多了啊。
那老师，这只小型股的话，我相信我的简讯内容都告诉你该怎么做。老师在今天啊，10月27号节目里面公开讲，啊，老师对不对？希望你还能够继续赚下去。哦，这样可以的哈。啊，来接着来看第二通简讯啊。啊，这个9:37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涨停板单股的哈。哎，时间来到12:19哈。啊，更恐怖了，两级会员，啊，还是单股。啊，等于说单股会员今天有一支啦，哦啊，加购一支啦，新会员旧会员都有做到了哈。那有缴钱的，缴最少钱的叫做什么？叫做普通会员、专案会员哈。来，12:19，恭喜狂贺啊，某一种概念股了啊。好，来注意了啊，这边啊，亮灯涨停板是连续亮灯涨停板。老师，你的简讯为什么会发连续亮灯涨停板？我直接帮大家解答，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再涨停板，中间没有休息，叫做连续，连续亮灯涨停板，两天价差20%。你们缴的会费真的不多，你们心里面很清楚，那你们就怕碰到那种不好的老师啊，啊，因为这投顾的一个经验让大家啊非常不好。投顾老师对不对啊？参加了没有赚钱，很多啊，参加的就这样急哦，一直来一直拉，啊，参加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一大堆，弄不探几，啊，这是你们的可能是印象了哈。严老师当然哈有责任有义务啊，来改变大家的啊一个想法，啊，别人怎么做我不管啦，我自我本身要求啦，诚信。好，诚信，好，不会去说谎，嗯，老师也不会每天表演那个胸口碎大石，对不对？啊，虎年虎烂，牛年吹牛嘛，这是扎扎实实的简讯啊，这个作弊就下台一鞠躬了，这个没有关系啊，哦，你直接对时对价，12:19，两级会员，包含单股啊，跟所谓的啊这个普通会员。连续亮灯涨停板，代表昨天也是亮灯涨停板啊，我没有叫你卖，对不对？好，持股续报，好，就那么简单，不用想那么多。好，那我们把时间点回到大家最悲观的时候啊，啊，这个是十月了啊，10月21号，啊，也就这个月了啊，送你三只股票，今天全部大涨，今天全部大涨，这一档股票涨7%，我还不会打开。这档股票明天会亮灯涨停板吗？你拭目以待。好，我今天打开这档股票好不好？啊，老师，你为什么要打开？因为它今天亮灯涨停板啊！你手中有这份资料的哈，你有来演讲会的，我直接跟你对，啊，是不是这档股票3272啊？东硕，来看一下，没有错吧？啊，没有错了哈。啊，事实正于雄辩嘛，还有两档，你慢慢看，啊，严老师，你认为哪一档明天最有机会？啊，我认为两档都有机会啦，搞不好明天两档全部涨停板哦。我会明天礼拜五我会全部打开给你看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来做个约定嘛，东硕已经给你看了，其他这两档明天只要亮灯涨停板，明天只要再创波段新高，涨幅超过8%以上，我马上打开给你看。送资料给大家是希望说老师的一个观念，选股的一个逻辑让大家清楚。我也说希望说大家能够遵照，好，有时候的股票底部进场的一个想法。好，那我们持续的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这档股票今天呢，啊，开盘价78块钱，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不知道了哈。我认为这种底部起涨的，底部的啊。你要先布局，你没有布局成功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后面是没办法收割，好，但是这边你先赚一趟，好不好？好，先赚一趟。所以说这个股票操作哈，我常常强调要买在发动点，好，今天就是所谓的发动点，今天就是发动点啊，你卖掉就赚钱了，这个叫获利先放口袋。底部的股票啊，未来的话你买到以后，未来会收割啊。老师一直强调跟大家讲哈，找对人做买对股票，你现在就是要布局啊，啊，
未来这个大盘反转之后，你才能收割嘛。重压的人就可以大获全胜。好，那老师节目时段跟大家报告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早上的话一样是三立新闻台，早上大概9:45，非凡的话12345啊，每天都有啦哈。那有时候还甚至说有半个小时的，我不知道今天哈，你早上你要领先市场的话，你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三立台跟所谓的非凡58台。广播节目的部分6:98，下午的啊3点到3点半，运通财经台下午的3点半到4点啊，凌晨重播，早上重播啊，希望真的都可以服务到啊这个需要帮助的一些啊这个投资人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希望真的能够帮助你啊。那再聊一聊我们手中的股票好了啊，今天的话股票涨停板比较多了哈，这个叫东硕了哈。我送资料给大家，我自己有没有做？你这个你自己想一想好不好？啊，老师，东硕为什么会涨？哦，这个叫业绩成长，啊，业绩成长，这个叫做什么大户中实户啊？啊，筹码面有人去买，股价才会涨嘛。那如果说基本面好，投资人会认同嘛？啊，上次跟大家讲到这边呢，啊，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老师说第四只还会被出来，一只问，一只问，一只问。啊，隔了一个礼拜咧，老师还在第四只出来了呢，你自己看一下哈，有人在问说第四只嘛，从第二只问到第三只，现在又要问从第三只问到第四只，第四只出现了，啊，出现了啦，36.1啊，你有没有赚钱？你有没有赚钱？有没有？告诉我，有，恭喜你，好不好？没有的话，哦，稍微想一下为什么没有哈？很多人操作啊，这个是怕失败。叶老师直接告诉你啊，没有失败的人啊，只有放弃不愿意尝试的人。你跟着老师来做，啊，代号2465的立台，拭目以待。创新高的立台，啊，有没有叫你可以先卖一趟，等拉回也可以。简讯都跟你讲怎么做。这一天，这一天，来看一下，亮灯涨停板，持股续报，要卖会通知，谢谢合作。有没有卖？老师昨天有没有卖？没有卖，直接给你看简讯。啊，今天呢？啊，今天亮灯涨停板。啊，简讯内容告诉你怎么做。啊，你这一直看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我希望你大赚呐。但是你没有买就是没有机会啦，好不好？未来怎么样？啊，眼睛擦亮一点好不好？眼睛擦亮一点。好，业绩这么好的股票，九月份营收成长，啊，几乎30%的股票，干那一支、两支、三支啊，敢有可能？敢有可能？你自己看啦。来，这个业绩成长嘛，啊，这个底部起涨嘛，没有错吧？啊，底部嘛，我们买股票就是要买底部的嘛，啊，底部去买啊，啊，才会大赚嘛。老师啊，还有没有涨停板啊？你每天在看涨停板是不是？我希望你拿一只回家啦。啊，汉信，我说这个跌太深了嘛，腰斩再腰斩，啊，有人说比特币行情也对了啊，啊，从这天发动啊，这天创新高。啊，两根涨停板的之后，老师跟你讲，拭目以待。啊，老师，你有没有卖？我没有卖哦。来，汉讯涨，对不对？5.5元，持股续报是涨停板啊。啊，持股续报，看清楚哈，波段操作要卖会通知。今天呢？今天好恐怖哦，老师要拉尾盘呢，拉尾盘呢。啊，老师涨完了没有？啊，啊，眼睛擦亮点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你慢慢看啦。你认为一档转机股涨完了就这样子结束了，啊，结束了，真的假的啦？我认为还没有呢，啊，有人想太多了，啊，老师这个行情怎么样？啊，老师这个哦，通膨怎么样？啊，这个利率还在升呢，听说11月份还在升3码呢，想那么多，啊，不要想太多，想赚钱的现在马上跟上。就可以了，啊！你拿出你的勇气，你要拿出你的勇气，你就可以出发。不要想太多，有时候股票市场里面笨一点好，
笨一点的话，你比较敢进场。你想太多了，有时候你这根本买不下去了。有人跟你讲每天放空啊，结果真的哈、哦，今天大涨的时候啊，你会发现啊、哦，只要一涨，那个人就不会来上节目。每次一跌，哎，他又跟阿飘一样出现在这个荧光幕了。我觉得不对啦，涨跟跌你都要跟投资人去讲嘛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的股票，如果说是赚钱的，对不对？赚钱的我就直接拿出来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赚嘛，对不对？大赚小赚都是赚嘛，我们就直接告诉我们的会员嘛。我先讲哦，会员有买哦，哦，但是你今天看节目的哦，拜托一下，你就认真看，好不好？认真看，啊，不是看老师表演啊，是看老师怎么赚钱。你千万不要跟单啊，拜托啦，好不好？这有人很喜欢跟，对不对？第一桶也是一样。啊，老师，第一桶会不会变第一名？你没有布局，怎么收割啊？怎么大赚啊？两根，啊，这天跟你讲拉，今天一样涨啦，啊，老师为什么会涨？这个研究报告你要看的话，老师建议你看啦，好不好？老师，这个铜价要涨了是不是啦？一吨的话要1.5万美金是不是啦？啊，这种涨价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最有机会大涨。因为也不用去做什么嘛，这的仓库再拖出来卖掉就赚钱啦、啊。这个铜价要涨哦，下一个就是钢铁啦，都是重要的原物料啦。我今天要跟你公布一档股票哦，但是你今天看到以后，拜托你好不好？拜托啦，不要跟单好不好？大家参考解就好啊。来这支啦，啊，这支涨哦，跟你讲啊，即马投资人佫敲电话来，讲老师这支是啥？啊，老师这支是啥？为什么半个小时可以拉涨停啊？这跟你看都没关系啦，啊，青云啊，啊，今天的青云一样啊，来，亮灯涨停板啊，哦，你卖掉好不好？卖掉，啊，卖掉就赚钱，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后面等拉回嘛，对，啊，一定是三个步骤嘛，对，底部去买。逢高卖掉，啊，拉回早买点。我相信我的看法应该是比你要准了哈，啊，未来开始发生转折喽，你现在要掌握转折，才能够逆转胜。好，那当然月底的啦哈，我们公司又要结账了，你们都知道，越接近月底哦，严老师哦越大方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今天的话老师不例外，好，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个哦。这个史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诚意，我希望我的诚意能够感动到你，这个诚意非常非常的大，你要听清楚。好，来，好，东硕涨停板，来，老师有送给你资料哈，希望你赚得到钱。立台连续两根涨停板，会员都大赚啊，单股会员来这支，来，今天亮灯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麻烦大家。啊，今天你电话一定要拨通，这个很重要。今天你电话一定要拨通，拨通电话，啊，福利就是你的。电话没有拨，啊，你只能在旁边看哈。注意了哈，一年就一次，今天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，会期到明年底，明年底哦，等于说两个月送给你以外，我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哦，但是只有今天。好，你今天打电话的一定有，你没有打电话，我跟你讲就没有，好不好？另外前面十位严老师直接开放，直接开放，我们用专人来通知，一对一直接服务哈，限定只有十位，啊，限定只有十位，你要好好的把握哈。再讲一次哈，非常重要，一年就一次，今天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，会期到明年底。好，所以说今天的话 ，QR code 没有开放啊。直接用打电话的哈，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全部都算，全部都算，一年就一次，只收一个月，会期直接到年底哈，好，到明年底了哈，你要好好的把握啊。电话拨通了啊，老师先祝你大赚啊，先进一段广告。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，手机扫描 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，24小时帮您解盘。
轮命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命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爸爸，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？因为我们是知道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对方是干道，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。没错，只要设有停让标志、标线或闪光红灯的，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。要是没有那些标志、标线或者号志呢？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，车道数相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，两边都直行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。知道让干道，安全最有道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大涨啊，200点的话，那只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哈。那真正的行情啊，目前为止还没有启动啊，因为11月26号，这个台湾呐啊要举办这些重要的选举啊，那执政党的话一定会对不对，用尽最大的力量啊来满足啊这些股票族的一个希望啊。何况大盘你看哈，老师昨天有讲啊，这个外资由卖方转买方。那你今天大涨，我认为啊这个外资的话已经回来买，因为台币啊哦开始怎么样止贬，今天的台币升值对不对，开始多啦。那美元指数啊目前为止啊对不对跌破100亿了，这个趋势看起来已经开始反转了，所以说这个讯号上面是非常明显啊。那真的能够在股票市场赚钱的，这大概就只有两种，第一个是掌握趋势啊，你趋势做对，第二个就是掌握到转折。那现在转折就来了，严老师郑重的告诉大家，这个转折目前为止已经来了哈。今天那个这个大盘加权指数啊，在12926点，距离严老师在演讲会跟节目里面讲的，距离13日均线差几点？差七点啊。所以说这个反转的形态啊，我个人认为啦，目前为止问题不大啊，问题不大啊。接下来只有一个重点，买什么样的股票可以赚得到钱啊？当然全资股啊，你要注意到这一档股票，来联发科，要买全资股的啊，注意到联发科4966普瑞6488环球金，这三支给你进啦，我认为你随便买的话应该都会赚钱啦啊，我认为啦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先恭喜单股会员哈，小型股量增涨停板，再恭喜普通会员跟单股会员，这一支股票连续量增涨停板。严老师给大家的资料，来3272的东硕今天量增涨停板，严老师的会员东硕按照简讯来操作，恭喜汉讯啊再创波段新高，恭喜老师的会员啊立台123。好，今天老师心情特别好，好，记得哈，一年就一次的机会，就只有今天，只收你一个月的简讯费，会期直接到明年底，一年多的会期就在今天而已哈。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，很重要，别人不打你要赶快打，因为机会就一次，别人不打你要赶快打哈。前10名的哈，来直接开放。
专人通知一对一服务哈，大资金的投资人赶快好好把握，开放专人直接通知哈，所以说电话等一下一定要拨哈，还没有扫描 QR Code 的来一样可以扫描哈，手机扫描 QR Code 有任何的问题直接告诉严老师，老师能够帮你的我一定帮你哈，重要的资料都在里面，好好把握，我们明天见。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打败懒得动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，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，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现在上 YouTube 订阅运通财经台，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一机在手，走到哪儿看到哪儿， YouTube 24小时线上直播最及时，现在就扫 QR Code 订阅运通财经台频道，让您不再错失任何精彩节目。 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，随时随地